些都是情景模拟还是……罗德岛和我最初想象的好像不太……喜欢我的实验室吗？我正在考虑把哪些设备搬过来。 Magnus 的先生说，我的共振技术在航线排障和武器研发方面都能起到作用。这些都是情景模拟还是……罗德岛和我最初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，但我能理解。